章，那每一章其实都有它的历史哈、哦，对啊。那个每一章其实都有历史，那个这一章请大家讲的话，它是由刚刚我介绍的刘景韶老师，就是我师公他的儿子所监制的，就是刘上教哈、哦，那个刚才没有介绍，后面就是说。这样请是梦溪行社那边监制过来，然后到我的老师李一贤到我这里，所以他后面都有刻一些历史文物，那大家可以欣赏。那古琴它就是一个文物代表，一个历史沉船。那每一首曲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历史的故事。等一下我会谈一个，就是《潇湘水云》。潇湘就是一个潇，潇湘是两条河啦，一个潇水，湘，一个潇啊，在。如果没记错，应该是九灵山吧，好，横山还是九灵山，我忘了，就介于那个地方。以前在南宋的时候，跟郭盖他做的曲，在那个年代南北宋战争的时候，郭盖就终身不认，他是一个人才，他终身不认，就后来在游山玩水，就来到了萧和湘这个边界，就借用了。我假设是九灵山，就是这个山势的云层，云雾被遮朦胧的遮蔽的时候，借用这种情景来形容当时朝代的现状。那不知道能不能形容现在马来西亚 ？OK， 好，这个然后潇湘水云这样的一个状态开始来描述山河大地的美，然后借用这样一个悲愤的情绪来描述亡国之痛。那这首曲子做完之后，南宋就完了，就灭亡了，就这样一个历史渊源啊。那大家当然要听一听那《潇湘水云》吗？